那个在帽子梁杏儿后面那个，这是水在帽子上的，看上好，非常好。 他们应该去17号摇摇，应该在商场那边去跳去了。他们练舞嘛。这个音乐是叫防线不？不是。这叫什么？这个哇，一下想不起来了，好熟悉。放的应该是防线有啊，那个群里面有吗？不知道。你在哪个圈子？这是什么歌曲？问一下，哎呀，一下想不起来了。这少。 我都不好了，我了好点多一点点，我害怕了。你不然拿呗，现在不然拿了。这个也是假，处理本心。看这个绑线放了好多都跳不来，只有几些人有些人才会跳的，才会跳，不是跳不来。包括那个卡通式，好多也跳不来。